灰羽前辈。是你们？小秋被敖虚抢走了。子秋，灰羽前辈，小秋已经被敖虚附身，现在还有可能立刻发动神庭阵。神庭阵？这是阵法图，我们查出敖虚想对魔族不利，并利用小秋作为阵眼来发动这神庭阵，但阵法的作用就所知不详了。敖虚意在九泉，神农大神的结界尚在，敖虚怎么可能压制住九泉？这阵法并非要压制九泉。什么？由此图看，这阵法整体呈极下迎上之态。阵法以春姿为核心，居顶端，照胆受其庇护，并有人界六处九泉以拱卫之势环。一旦运转，炎波灵力将炎泉脉引入春姿，但如此一来，泉脉势必失衡，而人界九泉灵力被阵法催动，导向照胆，使其不。极下迎上。三族曾为争夺九泉而大战千年，九泉攸关各族生存的。现在的魔界，就只剩炎波这一个灵泉。如果炎波的灵力被汲取殆尽，魔界唯一的灵气来源就断了，会变得和大荒一样无法生存。魔族为求活路，势必会全力争夺灵力。而那时，六界中灵力最充裕的地方就是神界。这样敖虚就可借魔族之手挑起争端，进而行使三皇盟约。若有挑起烽火者，三族共讨之。魔族本就好战，就算部分较为理智，危机当前也很难冷静下来。最终神魔将会再度大战。可九泉结界何其强大，子秋就算有增幅异能，也驾驭不了如此悍横的法阵。如果是子秋，他确实能。子秋的异能不仅是单纯消耗生命力来增强灵力，还在于他的容器体质。敖虚可以附身子秋也是因此。子秋的身体可以激活冰晶石，承载源源不断的强大灵力供给法阵。这过程对身体造成的负荷甚巨，子秋最终将会灰飞烟灭。即便最终子秋承受不住，但他只需要坚持到魔族进犯神界，那敖虚的计谋便得逞了。就算神族察觉，战火已燃，一切都无法挽回。这恐怕就是敖虚的真正目的。我这便回神界，告知谢之大神此事详情。无用，敖虚在神界经营数万年之久，势力盘根错节，若贸然行事，打草惊蛇事小，更会引祸上身。所以，关键仍然是小秋。魁羽前辈，小秋现在已经完全被敖虚控制，有什么办法能救他？有。
前辈。无碍，此花蕴含着我的灵力，这也是子秋的决心。小秋的决心，子秋曾担心终有一天会被傲虚完全控制，所以我将部分灵力注入子秋体内，助他在紧要关头可以保有一丝意识。你们找到子秋，击出此花，两股灵力交汇，他便能借助我的力量与敖虚抗衡。至于能否摆脱束缚，就要看他的意志力了。小秋，那孩子竟有如此决心。另外，该还给你了。多谢。秋和人界就托付给欧薇了。如若神庭阵真的开启，天魔中不会坐视不理。师姐。啊，我们先去仙侠派，和晴梅阿游会合。好。阿游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晴妹呢？小晴她知道了四年前的毒瘴动荡和她哥哥有关，我怕她想不通，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就赶紧来了，可她就是不肯见我。四年前是莫大哥的事？嗯，她很自责。此事与白姑娘无关。对啊，那时候她人都在仙侠派了，
不关他的事。他和他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秦梅天性纯良，重情重义，还是再给他一些时间吧。嗯。哎，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奎宇都说了什么？嗯，我们已经得知救出小秋的方法，现在需要弄清楚如何破阵。走吧，我们去找真人商量办法。你们来了。南客到访，请务必守规矩。哎，奎宇把春姿剑还给修兄弟了，太够意思了。一派掌门，这下我们更有胜算了。再想想，再想想。可惜了。对了，阿友，群隐村现下如何了？放心吧，大家都没事。小姑姑也帮我一起修复了毒瘴结界，这样就好。真人，月姑娘来的刚好，我正要遣墨晴去寻你们。这神庭阵的破解之法我已有成算，不过还需月姑娘帮忙。任凭真人差遣。神庭阵灵力强大，若不先行削弱，极难破阵。我听闻明术门与天师门曾在祖师爷那代通力合作，降服过上古神兽虎煞，其中便用了削弱之法。确有此事，先祖与天师门张祖师合作，便是将明术法阵与天师法器结合，压制虎煞。阵法图纸一直在后殿收藏，法器想来天师门也愿意帮忙。此外，我需要一样名为离灰枝的灵物相助。传言此物只生长于九泉之一的岩波。好，我们去请教岩波卫术离火金吾大人。嗯。此三者准备完成之后，我施术之时还需月姑娘配合我用武灵之法。武灵之法，此阵模拟九泉流通，而九泉灵脉之中都是最纯正的灵力，需要月姑娘携玉灵相助。神庭阵随时可能发动，我已派魏萧前往卢龙府打探，时间紧迫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出发。墨晴，你也随月姑娘他们一起吧。是，师父。破个阵竟然要这么麻烦。敖旭乃神界刑狱长老，春姿拳手，在阵法一道上颇有造诣，我的法术也多是由他传授。他不干好事，造诣再高有什么用？我还是毒瘴拳手呢，改天我也教你点法术。不必。孙女，你回来了。嗯，爷爷，余霞真人需要当年祖师爷对付虎煞的阵法配合，阵法图纸现在何处？哦，那个呀，一直就在后殿呢。和好。哎，还回来吃饭吗？说不准，您别等我了，时间紧迫，我先将图纸给真人送去。别累着自己啊。自祖师爷逝世，两派便再无交集。现在借此契机，
再度携手守护人界，我想他们泉下有知，也一定会欣慰的。未免虎煞之害在临，吾将此阵法留于后人。就是这个。哎，这本几次查阅典籍，这是月寒山古柏前辈，您说。他接任掌，我有时前辈，时光不可倒。嗯。月寒山，爷爷是因为风湿腿脚不便。你们明术门创派，古柏前辈，燕归谷那儿有一种青。嗯。说起来，五煞也是神兽吧？明术门没收来做御灵，还真是有点可惜。天师门张祖师因虎煞而，所以祖师也曾有令，明术弟子不得与天师门争夺虎煞。嚯，这么大方！执明长老，我此番前来有事相求。月姑娘助我天师门甚多，若有帮得上的地方，必定竭尽所能。事态紧急，我也不多寒暄。为破神庭阵法，需借张祖师的法器一用。此事我派负有责任，自当竭尽所能，以补前掌门之过。请月姑娘稍等片刻。此法器自祖师仙逝后便由历代掌门供奉护佑。多谢执明长老，待此事了结，必定原物奉还。月姑娘客气，若还有需要天师门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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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魏叔大人，您可知灵物离灰枝现存何处？离灰枝，此物正是在岩波之中，由鱼看管。您可否赐予我们一些？为破敖虚所致神庭阵法，我们需要离灰枝相助。既如此，鱼需相助。离灰枝就在神像之上，汝可自取。多谢魏叔大人。削弱神庭阵，需要明术门和天师门的宝物，我倒是能理解。但干嘛还要大老远来岩波？会不会是因为神庭阵的根本在于吸取岩波灵力？就是这个了。都拿到了，去仙侠派跟真人汇报吧。对了，师姐，在天魔谷时，你似乎领悟到了什么？和魁宇交谈时。对。他的话解开了我最后一个谜团。是什么？敖虚派你铲除魁宇的目的。啊，是什么？当魁宇毫不犹豫地说天魔不会坐视不理时，我想敖虚应该也会猜到他的决定，利用阵法汲取九泉灵力，迫使魔界攻打神界，这样战争才会打起来。但如果魔界进攻神界时却被天魔众堵住了路呢？只要天魔众支撑之阵法失效，那敖虚的计划也就失败了。明白了，除掉魁宇会令计划更为顺利地进行。对，不过魁宇修为在你之上，敖虚就不怕你出事？其实春姿照谈二拳，天地皆设剑手，以辅佐之名制衡拳手，若是没了我，敖虚就能完全掌控春姿拳。原来如此。无论你成功还是失败，都对敖虚有利。经过这么多努力，我们总算动摇了他的计划。但不管有多少不稳定因素，他也绝对不会停手。他会尽全力让阵法成功，好让魔族突破天魔众，攻到神界。而我们此刻也只能拼命，希望能阻止神庭阵，阻止他的阴谋。事在人为，师姐，我们一定可以成功。嗯，你说的对。